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21集的节目。今天是2021年10月20号啊，给自己做个简单记录吧。我今天去打了这个疫苗的第一剂啊，那大概早上十点钟打的，现在是晚上大概8点钟左右，身体没有什么，目前来讲没有什么，除了手臂比较酸痛之外，没有什么异常啊。好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来给大家做铁工厂系列的第51个产品，它的名字呢叫做 Power Falcon。Falcon 的话呢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，注意到这个单字的话是 Final Fantasy 六代，对不对？那个他们的第二代飞空艇就叫 Falcon 法尔康，它是一种小型的猎鹰，飞行速度非常的快。那么这款 Power Falcon 的话呢，是致敬了 G1 的这个利基。那红色滑翔机这次的玩具造型非常的好看，真的很帅气啊！胸口这个立体感超棒了，肩膀的话呢虽然是两片薄薄的，但从侧边啊正面来看的话呢，几乎是没有什么死角啊，就两个肩膀垫得很高。除了这个地方球形关节比较碍眼者比较过于暴露之外的话呢，其实它的造型完成度是很高的。当然还有手臂内侧，那它的手啊拳头也是不能转。那铁工厂的玩具呢，关节偏紧的状态呢，在这一款玩具身上呢，表现在这个啊这个地方的球关非常非常的紧。那所以我就上了一点细油，或叫做硅油。那么另外还有一处就是这个拳头往内折，这个位置呢也是非常的紧的。那拳头不能转，可能是他身上唯一啊可动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弱点啊。其他的话呢，你能想得到能动的地方的话呢，差不多啊都是可以动的。所以在可动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好的。那佩戴了一把大枪啊，这个跳跃射击啊什么的，这一款由于可动度的良好造型啊，手臂上虽然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门板哈，但其实完全可以想象是一个护盾的感觉，非常非常的帅气。人物的美型度啊，这个保持着铁工厂高度的演出。那么枪的话呢，默认应该是拿来这只手了啊，因为它这一侧有多出一块的部件，如果你拿到另外一侧，就部件就会在内部，是比较可惜的。那么它的一个体型尺寸呢，铁工厂的玩具本来就是小比例玩具，那么它的话呢，身高则是做的比一般的铁工厂玩具还要再更矮一点点啊。各位是前几期分享的这个波若丸，或者你跟 1.0 时代的这个银霹雳相比，你都会发现体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啊。那我们对比一下官方的这个指挥官级别啊，可能比较接近啊。所以说实在话，并不是它的体型变小啊，应该是说铁工厂的其他玩具在长高啊。这么说好像也是可以。那么人形的美型度啊、帅气度、把玩性呢，都是非常高的啊。那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变形环节，它的变形的话呢，因为它的体型很小啊，所以在变形的时候呢，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手顺，其实有点小纠结啊。枪的话呢，把它变形成这个形态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个人建议把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先把这个手臂啊给翻上来。翻上来之后啊，我们就记得一个动作啊，你看到这里球关这里有个缺口，你就把它挨着贴下去。然后呢，旋转这个部件，把这个红色的部件一样转到同一个方向，拳头掰下去之后啊，把它的这个手臂啊靠在一起，然后再旋转上方的这个转轴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把它的这个翅膀的话呢给拼凑起来，没有任何的一个技巧啊，就是记得把它给拼起来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把它翅膀这一侧 OK 了，那么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。先把这个地方给松开，然后呢手臂打平，然后记得这个地方嘛，球关的一个开口处挨着上去，拳头收进来，然后呢怎么样，透过这个额头肌转过来，把这个翅膀，红色翅膀你总要转到同一个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双动关节这样推过来到这，把它给扣上，好了，就会变成一个鸟人嘛。这也是一个造型了啊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腰部可以先旋转180度。再来记得了啊，把这个头也转180度。然后呢，胸口这块挑起来，然后翻折180度，然后推到上方去。接下来我们要把整个胸口啊，胸口现在是整个是朝下的，我们要把它推到朝前。那推的时候它是整块推啊，整块都推。所以在推的时候，就是你要注意一下一些部件有没有互相去干涉，
然后我是建议这个地方可以先打开，然后往两侧掰出去啊，方便我们把这个飞机头呢给往前面推过来。好，再来应该就比较方便我们做这块部件的一个翻折了啊。这块部件整个的往下翻，各位看到了，它是整个往下翻，往下翻之后啊，这里记得上方这两块部件翻过来到这。好，我们把它做最后的一个推到底的一个动作，推到底，往下面整个推到底。好，推下去了，推到底之后的话呢，这个背包，不是，不能，也不能讲背包了，就它背后这两块零件呢，可以先把它给拼起来。好，到这边维持它的一个形状一个完整性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个头啊，刚刚可能没有转得很正，把它调一下。这玩具很，这就是一整个很小啊，所以你在变形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就是感觉就不是那么，有点小纠结，有点小纠结。你看这个头怎么对不稳，卡不进去，是哪一招？啊，忘了，原来如此。这里里面有一个黑色的一个机枪啦，黑色机枪，哎，翻出来 ，OK 啦，这样就行了啊。难怪啊，原来我们没有把头给翻出来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会建议把先把脚给变完好了。脚的话，记得是这个样子啊。脚的话是把脚的话呢，整个翻到银色部件朝上，然后你可以先顺势的把这个脚给往外侧推出去，从这个地方就拉住。往外推出去，先到这儿，然后呢，脚这个地方呢，它这一次多了一个机构啊，这个地方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可以往上面推出来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块，哎，我们的话呢，这个空间呢，就是要收纳这一小片。那具体的做法的话呢，我的做法呢是把它脚先往外面推出去，然后呢再包进来，哎，这样就把它给卡进去了。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请记得。这一块，这块部件记得，哎，把它给推出来，然后呢，从外往内包进去，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了，我觉得会比较简单。哎，这样扣进去了。好，这个时候的飞机的形态呢，还有一点歪七扭八，无所谓。我建议呢，接下来先把这个地方给组合好，因为它两脚中间是没有合并的，是靠这个地方去把它给卡上去。那先把这一块呢给卡上去呢，会方便我们后续的变形，因为它会比较稳一点。好，然后你还可以发现它这里其实是两个假轮胎，那这个车不对，飞机的尾部已经 OK 了，已经稳了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就可以按你想要的方式去做一个变形了。到这边部件翻出去，这里推出来。那机翼的一个形状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地方往正上方，这侧边这个角度的话呢，它是没有办法完全卡死的，完全看你个人这个喜好。最后就是把这个飞机的这个翅膀啊，这里有一个卡扣嘛，由下往上把它给扣上去。那侧边这里不小心爆开了，再把它扣回去就可以了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有个卡扣把它给扣上去。它的变形啊，就是主要还是因为体型过小的关系啊，所以它在把玩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地方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。不是那么顺手，胸口这一块爆开了，好，好，但至少你这一块想办法的话呢，先把脚给靠在一起，然后这个地方扣上去，基本上也就锁定了差不多。前面的这个起落架可以再放下来，那么前方的翅膀基本上是卡死的，是动不了的。后方的这个水平尾翼或垂直尾翼是可以再调节一下的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Power Falcon 从机器人。到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了。我们来看到这一款 Power Falcon 的一个载具形态。严格来说，我真的不觉得它像滑翔机了，因为它的翅膀的话呢，这个形状啊，有点像是这种，变形金刚不是第五集吗？不是美军有那种可以飞到很高空的那种飞机，还是什么？反正呢，这个是跟滑翔机是，就是我觉得是已经沾不上边了，已经非常科技感的一种飞机了啊，算是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感觉啊。后方这个尾翼啊什么的，反正各种不像啊，没关系了啊，反正就一个新的造型吧。那它的一个变形过程，我刚刚没想到说，我居然可以讲解了大概有6分多钟。
啊，其实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啊，比方说这个变形的时候，主要是这一块这个胸啊，这个银色这个部件本来是在下方，要转到前方来，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再来就是这个脚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地方把它塞进去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留意一下，最后就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，也就 OK 了。然后它的有一个可以收的一个起落架，后方的话呢是透过武器转换成两个假轮子啊。放在桌上啊，基本上是蛮平稳的。虽然说呢，人形爱呢个子非常矮小，但是你变成飞机之后啊，它的体型的话呢，就丝毫不会逊色于其他的一个铁工厂玩具的一个飞机啊，这个可以对比一下。大小的话呢，虽然翼展比较大，但中间空洞比较多，所以也是差不多的啊。那玩具本身的一个质量的话呢，在变形过程中啊，要特别留意，它有几处的球形关节是蛮容易去喷溅的啦，特别是这两片，背部这两片呢，它跟这个地方的连接的这个球形关节啊，如果你操作不当，你没有像我一样把它翻到外侧去的话，方便我们这个飞机头移动的话呢，是比较容易去碰掉的，比较容易碰掉的。后方这个地方呢没有办法卡死，就做一个造型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。严格来说，还是一款非常有趣的玩具，特别是它的载具啊，虽然不像滑翔机，但也相当有它独特的一个美感。那人形帅气呢，就更不用说了啊。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